会的，也一个出来，一个有个零三十。刘老他们讲过呢，不话 BBF 咪完咗嘅，外挂系咁炸输，但系到留翻嚟之后咧，去到夜晚八点几咧，就宣布啊，炸输嘅情况已经解决咗，因为咧，好似有俄罗斯嘅 hacker就將外掛用開嗰個炸靴個 key 咧收翻，而且 EA 都介入咗呢個問題，咩意思咧？咪有好多人反映點解入到靴即刻就俾人 ban 咗咧？嗰、那個 fair fight 咩 RS 咩咩曲，但依家夾咗佢話處理緊呢個問題，跟住去到夜晚八點幾，亞洲靴已經恢復正常，但啲嘢講未死嘅，仲喺度啊，起碼咁啲人都開始玩翻。咁依家介入，只不過純粹就係話咩解決嗰個問題，而喺凌晨12:05。BFEAC 呢個反作弊嘅程式咧，就宣布已經失效。簡單嚟講，隻 game 回復翻，回復翻以前咁樣咯。官方需照樣有好多次，私人需照玩又只能夠私人需玩。整個賽博一戰在大陸有的，基本上所有信息都在大陸找回來，不是都在大陸的網站找回來， Bilibili 最多，台灣沒什麼，又或者個個得出來的消息全部都是在大陸的網站找回來，包括 Bilibili 網站，整個叫塞博爾爭嘛，望過仔細的望就是詳細嗰個導火線就應該喺一月頭嗰陣時，咪有個 CRBQ 玩下變 ban 嘅，跟住之後好嬲啊嘛！冇幾耐，兩個星期之後咧，就推咗呢個 BFEAC 啊，納入咗喺官方書嗰度，基本上九成嘅人都通過贊成，但後屘外掛就反擊嘅咯，喺所有私人超過差唔多九成嘅 server 咧。私人商業官方啊，係咁炸靴，跟住就頻繁炸靴，炸到咧成個商家故障。簡單嚟講，凡你入到去玩私人商業官方靴咧，就唔知點解 ban 咗嘅 ，ban 咗一個星期。跟住後屘發覺咧，外掛係咁炸靴，炸到咧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可以話炸靴係要成本噶嘛，即係用錢啊。外掛本身冇乜錢嘛，所以炸到褲穿窿咧，後屘就炸唔到落去啦。跟住後屘亞洲商冇曬 server 咧，啲人就走去歐洲商玩。但歐洲商有好多 cheater， 因為歐洲商九成都係打人哋，150多分。
跟住夜，跟住完之後夜晚就話七點七點，其實正嗰啲應該七點半啊。阿福咧開始回暖啦，咁假地講炸靴嘅情況已經冇咗嘅，好似唔知係 EA 介入定係咩啦。外掛炸靴同埋被 ban 呢個情況已經消失咗嘅 ，EA 收復咗咯。咁但係單講過話變翻原狀嘅意思係話官方照樣多次私服就正常翻，起碼 BF1 仲喺度啊 ，BF1 仲要玩。但我就玩到，但我玩得唔耐。即系如果你依家玩，就是、一定要玩翻私人靴咯，唔好盲目咁即系玩官方靴啊。官方靴最多系可以捞薯条，不过你见得穿塔最多。官方靴照样都系冇咩，冇网管。整個所謂賽果一戰咧，應該完嘅。假如講兩邊都係兩邊都冇贏過，切塔定係普通玩家都係輸。原本以為佢會成功，點知後屘 EA 又介入咗啊！跟住你話 EAC 嗰個反作弊，即係普通玩家制定啊，消失咗嘅。跟住炸衰又冇咗，兩邊衰埋。呢一場所謂賽果一戰咧，足足遲到咗三個星期左右。正確啲嚟講，應該數翻去一月頭嗰陣時。但真正出 EDC 就係一月中嗰陣，所以話即係理論上係兩個星期，實際上係三個星期。因為好多嘢係後來先發現到喎。玩完先，冇嘢玩四個鐘，又我見到個三個切塔，咩 Rush、Perry、Rocky， 跟住甚至玩放學窗，見到有五個切塔喺度。誒，依家 send 片好似正常翻嚟嘅速度，快咗咯。我琴日打完機 send 咗四個鐘頭嘅片，過咗十分鐘就已經處理緊啦。之前唔係喎，四個鐘頭。即係兩個鐘頭咯，先至處理緊。唔知係咪錯過啊？係咪因為新年假放新年假，跟住嗰堆中電嘅嗰啲員工係噴破？琴日新增1900多宗。我擺嗰啲嘢都唔係好準嘅，抽賽果一戰，因為嗰啲係個 server 正常翻之後啦。點解呢個就好似嗰啲咩故障之類啦？不過始終都係講到點解好似 cheat 塔好似大曬咁樣。又唔係嘅，其實成隻 game 你要怪就係怪 EA 唔捉 cheat 放生，諗翻起網隊又喺個群組擺咩啊？我喺 BF5 咧，對於反作弊係零容忍嘅，即係見到 cheat 塔零容忍啊。呢個心諗係咩？但係之後 cheat 塔依然都冇俾人 ban 過。我講過，亦有個 cheat 塔 cheat 到500呢，仲喺度。零容忍，可能就因為本來唔識點樣反作弊，所以就基本上齋講。你應該最緊要係咩咧？見到啲 cheat 字苗啊、爆頭啊，
玩完一日之後即刻收皮咁樣咯。但係唔係喎，見到啲黐蛋去到 S223幾或者 S1幾仲喺度嘅。你有捉過黐蛋？你有捉過黐蛋？我都想拍下手掌、燒炮仗慶祝添啊！但問題就係配對喎，亞洲冇乜人玩撲土嘅，最多都係使經驗或者係啦，使經驗。依家先睇個消息就話 C 都唔係三 D 未更新就喺即係月尾嗰日。頂佢話咩 next week 喎，即係應該係即係禮拜二啊嚇。你誒係咁拖，依家先禮拜四。屌更新要跟幾耐啊？請問依家未更新已經有好多 bug 出現咗又。有一係。有陣時揾書揾成分鐘都未揾到嘅，跟住配嚟配去都係同一個書，仲要冇人嘅添。雜貨鋪買唔到可樂咯，係啊，呢日年初五啦嚇，咁都已經放翻工啦啲人，因為今日黑色啊嘛。